哦，下官大宴堂大人。初到台州一路辛苦啦，这体察灾情之事，来日方长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我家魏大人已被下薄爵，为唐大人接风洗尘啦。且慢，魏大人，台州灾情严重，有多少百姓死于饥荒？下官不知详情，一问下边自然清楚。本州官仓还有多少存粮呢？下官不知详情，一问下边自然清楚。上任州官可有把灾情上报朝廷？下官不知详情。魏大人，你身为一州千判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你呢顶乌纱戴得到也心安理得嘅哥。只靠杀人刀，人间全整器，何惜摘头颅？且慢，魏大人，此人身犯何罪，要判斩刑？下官，佢，哎呀，此人。你因何发烧？台州旱情严重，百姓缺粮，危在旦夕，官府却不闻反问。我谢元兴只不过为饥民写几行字，代几句言，又何罪之有？可惜我只得人后一个，我若生得人后十个，为民请命，我愿抛旧波头。魏大人，哦，此人可有烧仓抢粮？下官不知详情，一问下面自然清楚啊。可有杀人血案？下官不知详情。有此人嚟，将此人暂押监牢，待本官亲审再行决定。谢大人，叫我的伴啊，台啊，来。
师爷啊师爷，你十足一条兔内虫，睇透我老虎唔撞啊！哎呀，公子啊，你讲咗上半句，我就知道到下半句噶啦。所以今朝一早，差人去恶营催促严瑞、赵娟两人嚟咗陪酒噶啦。哎呀，你讲得真系好听啊！你睇下睇下，而家乜嘢时辰啊，人影都未见一个啊！崔公子有所不知啦，呢、這个严瑞就唔同第二个噶，哎，好多富家子弟三催四请佢先肯落楼咁噶，啦、哎，混账！我是哪一个啊？我是堂堂千判公子，他又是哪一个啊？如果他再不来呢，我找几个牙医将他拉来这里。哎呀，他还要怎么说、公子啊，今天我们春游又不是衙门审案，你省安勿躁，省安勿躁。就到就到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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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公子，哎，拿酒来。哎呀，点解你嚟得咁迟啊？哎呀，我哋饮闷酒啊，等咗你半日咯。山顶路窄，游人众多，所以嚟迟。哎呀，算啦算啦，嗱，我哋有酒啊，岂能无歌咧？你快啲拣两首歌，我唱上嚟。唱唱，嚟饮饮饮。妹妹，唱支乜嘢曲呢？就唱作天那首春游吧。就好似我哋而家嘅情景咁样啊！嚟嚟嚟，饮饮饮饮饮，跟住唱。有我喜
今日我哋系游春赏景，又唔系清明祭祖，你去到哭哭啼啼，要成河睇通成河。咪嘈咪嘈，公子你食。哎呀，唔系啊，我睇佢啊，越行就越靓啊。哎呀，姑娘啊，既然唱得咁伤心啊，咪鬼唱啦，嚟嚟嚟嚟，姑嚟陪下公子咧。前来以歌助兴，公子又要轻放。呢你又不是什么贵国千金，何必享受装模作样啊？唉，话你听啊！只要本公主开开心心了，黄金百银我托大大有赏。姑娘嚟啦，公子朝廷有令，只准我哋言前歌唱。混账，你一个小小贱妓啫嘛，要装模作样扮贱妓啊？扮晒贱妓，话你听啊，只要本公子看中的，你插翼都难飞了。喂，来啦姑娘，行开啦，走开呀、啊！哎呀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哎呀，哎，好事办好了，阿姑娘，哎呀，行开。若在凌人处世，甘与身中狂风啊！嘿，就算孙悟空啊，都难逃如来佛的手掌心啊！嚟啦，哎呀姑娘，哎呀行开啦你，哎上啊你，哇，住手！哎呀，喂，你是边家的黄毛小子，夠胆在这多管闲事啊你啊？大名叫玉虎，专打抱不平。哇，切，怕什么？好，行过来。我真的怕。被他吓两下就怕了吗？不是，喐他，喐他。我答下你先。庭中赏景，何时喧哗？饮酒听歌自然热闹啦嘛。胡说！本官察看民情，路经此处，不能呼叫之声。若是迟来半步，怕要逼出命案啊！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。念你初犯失仪，姑且免于治罪呀、官滚！啊，谢大人，叫滚！谢大人，叫滚！滚！多谢大人大救之恩。姑娘免礼。大人，嗰个就系台州有名嘅刑技严锐，闻说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啊！严锐。明不如见面啊，姑娘啊，你善作画人马诗，莫负眼前好景佳节，桃花如火如雪。点满
瀑水环山多么美，请求积压境啊，附身啊，既是赋诗填词，便是同道中人啦。啊，姑娘，且看眼前桃花有红有白，你就提他一首吧。如此说，小女子便愁啦。请请。
美我家大人唔轻易赞人噶，我家妹妹在人前也不轻易呼斥。妹妹已斑白多时，我们回去吧。回来了，哎呀，爹呀，阿爹，可恨唐仲友，他对我施辣手，倚仗权势嚟斥责我，呢啲女人面前他出我丑，也愿爹爹你官俾人家休，叫我如何报此仇报此仇啊！阿爹，嗱，今日啊。哎呀，爹呀，大人，如果唐仲友唔嚟台州，太守依顶乌纱帽一定系大人你戴噶啦。哼，好你个唐仲友啊！唐仲友啊，唐仲友啊，为我前程难忍受，你仲打狗都不念主人收。为博战技欢心，令我儿在人前出力效。这段身受旧恨，哦，好比寒冬饮冷水，点滴记啊！心里头，哦，大人，这个唐仲友似掌京城任官，一向年少气盛，此错不告密啊。哦，密他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朱熹禄大人是我的恩师吗？哎呀，大人，这个小子连朱老大人都不放在眼内，听说在孔子庙内曾经嘲讽朱老大人都武文弄墨言世人啊。唐真当真，唐大人到。
见过唐大人，唐大人请一轮紫茶。唐大人请茶。请慢，魏大人。台州灾情严重，奏章虽然飞报朝廷，但至今都还未降旨。大人你有何善法能够守安民心啊？依下观看，中庸姑息，后患无穷噶。此话怎解呢？唐大人，你日前放咗谢元兴，此等乱民祸首，佢哋不但不领情，而且还会伺机而起，今日就抢米店啫，明日啊分分钟劫官仓噶噃。魏大人，谢元兴只不过为民代笔，求官府体恤民情，何罪之有呢？本官到任之前，上任州官已经杀了一批饥民，以示官威，如今依然是民冤难平啊！下官正欲请教有何善法应对灾情咁呢？魏大人，请民于道元镇制开仓，请救民命啊！朝廷未降圣谕，大人未免言轻啊！职工，大人，谢元兴有要事求见，有请，有请谢先生。唐大人。元兴得来，有要事相告啊！但讲无妨。大人嗱，城东大铁坊家家火粒无声，官府还做事不利，罔顾民命，太无情。讲下去，三天之内不开仓放粮，解困于民，佢哋就挥铁去破仓夺米。只怕乱了台州城啊！哇！当真？当真？空信频传，此狂雷。为官啊姐，怎能两眼睁睁眼看饥民无辜喊住绝境，更堪累般的民反共刀啊兵，此且间满仓啊粮，却难解谁的危百姓。大人，为民父母官，当解民疾苦啊！哑巴，
心头百结系问情，保不了诶乌纱保问那命，开仓阵那阿仔，哎呀唐大人，朝廷未降圣谕，责罪下来，只怕你我。欸一天风险我担成，人嚟开仓房，两李师爷哪里？在大人有何吩咐？屠夫真写一封密函，你亲自前往浙东，亲手教育朱熹老大人首相。唐仲有啊，唐仲有、啊。今日你官威逼人啊，如山压马顶。明日我就要你丢官弃爵，我恨方平啊。Peace.
上宫为小兄老家了，
相公虽无一官半职，人倒也老成忠厚啊，要脱籍也并非容易。当此灾荒之年，爸爸两赎身百银实不易求，周相公正求亲朋，天天四处奔走，同是风尘沦落，我认为这份忧，我中年之内尚有玉坠金钗，请姐领受。妹妹呀、若说金钗玉坠，为姐愧不敢收。又只见同路香山宝莲下啦，啊！雨荷土，哎，上面还有字对呀、啊。乌乃而不厌，经风雨亦
曾言，哎呀，写得好，对得妙啊！此河不发清奇，泼墨浓和淡，人啊知清啊瘦，实不得凡。画中诗，画中诗，定是提者自赞。情啊神高洁，尽在此间。啊，那位大人一声难来。自唐大人到来，多有冒犯。来到恶营，便没有什么大人了啊！是寻欢卖笑到此间，大人你夜想留来，书路近来见吗？只能奉茶斟酒，还望海娘相逢何太慢，定当我是征歌逐舞觅红颜。姑娘啊，喜听新词识才情，相逢缘恨难。我此来非他想，乃是文字往还难。如此说，我相差了啊！大人请坐啊！请啊！小王奉茶。人想作何对呢？姑娘，下官日前体察民情，经过天台山，被景色所迷，回去后欲作一联，奈何作了上联，下联竟不可得。姑娘你才思敏捷，请姑娘带路啊！不知上联系乜嘢啊？千树花堆三月雪。千树花堆三月雪，三月雪，有吗？大人，只是我班门弄斧啊！直说无妨。我下联系一篙水杀救天诛。哎呀，对得妙啊！好彩话，好彩话，满腹文采气心，堪称女中魁首，女中魁首，出言公正成对偶，愧下官非对手。大人赞誉有加，只愧不敢当啊！系咧，讲到此联，都有一
言相问。姑娘，请问大人既然有如此兴致，何不一起歌成呢？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只因台州灾情严重，下官寝食难安，今天赈济方凉，方稍解烦忧啊！朝廷公子方凉吗？非也，奏章虽然飞报朝廷，但至今都还未降旨啊！咁又系谁人嘅旨意啊？系下官嘅主意。眼见村落萧条，饥民待救，若不施良法，不誓成福州，故而未等圣旨先放粮，虽是一斗几升，饥民也可糊口啊！先至放粮，责任重大呀、啊！请问于水火，下官愿承担罪由啊！前程难保，盘丝解去乌纱，解恩仇，如江重聚，甘愿天路作罪酬。黯然落泪啊！好国父母官，看你为民分忧，不辞那丧尽天良的岳州太守啊！岳州太守啊！万亿前程，又是一道恨怨，恨怨未休。情啊，方向朝廷品啊酒，解民危，促赈济，为黎庶筹谋。
何处啊？岳州太守叫何名字呀？他名唤朱熹。朱熹呀，枉在岳州为太守，是马高居以金球啊。真是台州黎庶之幸啊！想不到佢满腹才华，却沦为恶形歌女。朱熹呀，朱熹，你真系害人不浅啊！姑娘，你嘅身世真系令人堪怜堪问啊！Yeah.
Oh,